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1931年由日本读卖新闻举办的本社特选对局当中的一盘棋。对局的双方是吴清源和燕金准一。这盘棋的看点就是吴清源中盘强大的战斗力和燕金准一美妙绝伦的官子之间的对抗。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吴清源执黑先行，白棋燕金准一，黑棋错小目，白棋直接挂角，黑棋抢占第三个小目，白棋挂角，黑棋小尖，这就形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秀策略。白棋拆边，黑棋再小尖，白棋飞了一个，双方的开局还算平稳。黑棋挂角，白棋三尖地架，那么下招棋呢，黑棋拖了一个，这一招棋在现代已经非常的不常见。那么黑棋之所以拖，也是想在左上角获得一个先手。白棋扳住，黑棋一虎，白棋退，黑棋这个力是双方的极锁，白棋拆二，黑棋在上方就获得了一个先手。下招棋黑棋非常有心情在这一带加工白棋，但是呢，考虑到白棋这个飞是一个绝好点，声援左边这个白棋封锁上方的黑棋，同时呢还有扩张白棋上方这个模样，所以说实战呢黑棋并没有从这里加工白棋，稳健的走了一个单关。那么到了后来，吴清源认为这一招棋黑棋应该是先点，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再来加工这个白棋，有了黑棋这个点，也避免了白棋这个飞，这是一种天才的想法。实战黑棋走了一个单关，白棋呢抢占拆二这个好点，黑棋拆边，这招棋呢白棋小飞，黑棋尖顶，白棋一长，右上角这个棋形在我们业余对局当中也经常出现。那么黑棋这三个字的棋形有一个缺点，就是白棋这个二路点，黑棋挡住，白棋二路扳，黑棋虎下去，白棋一打吃，黑棋单单，白棋呢就从这个地方分断了黑棋，封锁了黑棋这个角，将来呢白棋的外势非常强大。实战黑棋飞了一个还是非常的有必要。下周现在白棋打入，对待白棋这种打入，普通黑棋是要从上方进攻白棋，这时候白棋可以点，黑棋挡住，白棋退回来，黑棋一拐，白棋往外先冲，黑棋扳一个，白棋再拐，黑棋一退，下一步白棋可以通过这个二路扳粘把白棋活在下面，黑棋大致还要在这一带补一手。那么黑棋这道外势看上去非常的厚实，但是呢面对的是白棋这个拆二，那么这道外势呢显得效率就比较低。实战吴清源二路一飞，先护住脚上这个时空，那么这种下法也是有它的必然性。那么下招棋白棋二路一爬，开始进攻上方的黑棋，黑棋拆一，白棋还要点一个，如果黑棋单单，白棋一拐，白棋的外势非常厚，黑棋是要贴出去，白棋扳住，黑棋反扳，白棋退，下一步吴清源从这里虎了一个，这是一种稳健的下法，但是呢有点缓，这时候黑棋还是应该从这里贴起来，白棋如果在这一带想动手的话，是这个家，黑棋就往外长，白棋断掉黑棋，黑棋再长一个，双方在这一带形成战斗，将来呢黑棋这个地方还有靠着一些手段，看上去白棋这里有一个冲，黑棋挡住，白棋断，黑棋打吃，白棋反打，那么黑棋提掉，白棋从这一家，
看上去这一带的黑棋已经被吃掉，这时候黑棋可以尝一个，白棋粘住，黑棋再一架，黑棋这道外势非常的厚实。那么黑棋虽然弃掉这个子，但是呢也让白棋这个拆二变成单薄，那么这个局面显然黑棋非常有利。实战黑棋虎了一个，白棋先压，黑棋粘住，双方在左上角交换了几招棋以后，下招棋呢燕京准一跳了起来。那么这一招棋啊稍微有点问题，黑棋也跟着一跳，下方四个黑棋的结构非常理想。那么这是吴清源认为白棋二路小飞是一招非常大的一招棋，本身目数非常大，关键是黑棋在这一带不太好补，大致要在这里飞一个，那么将来的这个白棋还是有活动空间，那么这个局面啊白棋还是显得非常的从容。实战白棋跳起来，黑棋跟着一跳，那么下一招棋燕京准一跳了一个，继续攻击左边的黑棋，同时呢加强白棋上方这个模样，黑棋搬了起来。那么黑棋搬起来以后，将来白棋拐出来还是对上方的黑棋有一定的攻击性。那么黑棋拐出来以后，白棋并没有马上展开进攻，而是呢走了一个拆一。这是一招四小十大的一招棋。第一，声援这两个白棋，加强左边的白棋。如果白棋在这一带脱先的话，黑棋这里有一个尖冲，这两块白棋非常就容易遭到黑棋缠绕进攻，所以说实战白棋选择了这个拆一。那么下招棋吴清源坚定，实力非常大，也避免了白棋这个二路小飞。那么走到这里以后，黑棋的布局啊看上去还是非常的不错。如果白棋往上单长的话，黑棋再一飞，下方这个结构啊非常饱满，白棋最终选择在这一带大飞了一个，黑棋虎住，先把脚上的棋形走结实，然后呢瞄着从这一带还有跨断这个白棋。那么下一招棋燕京准一出现了战略上的一个错误，白棋刺了一个，黑棋单粘，白棋再跳下去，很显然白棋把破坏黑棋下方这个模样作为重点，但是呢毕竟这两个白棋没有安定，这三个白棋将来还会被黑棋从这里靠或者尖冲这种手段来分段，那么这种战斗是黑棋有利。那么在这一代的战斗，电脑 AI 给出来的推荐，白棋从上方啊镇住黑棋，在这一代形成模样，那么这个局面看上去白棋非常的舒服。实战白棋先刺，黑棋粘住，白棋再一跳，下步黑棋开始压迫左边的白棋，开始进攻这两个子。如果白棋单粘的话，那么黑棋将在这一带对这两个白棋发起猛攻。白棋对待黑棋这个点选择了反击的下法，靠压黑棋，黑棋冲下去，白棋挡住，黑棋往上拐，白棋一退，黑棋再从这里冲一个。实战的白棋选择了单粘，让黑棋这一带连回去，黑棋的棋形啊非常的厚实，那么这里的白棋就显得非常的单薄。那么白棋这个单粘是燕京准一续盘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时候白棋应该是从这里断掉黑棋，黑棋打吃的话白棋就粘住，黑棋吃掉这个白棋，那么白棋反打，黑棋提掉，然后呢白棋从这里冲。虽然上方三个白棋非常危险，但是呢毕竟黑棋这个角遭到了破坏，那么白棋这个局面呢充分可下。实战对待黑棋这个冲，燕京准一选择了粘住，黑棋断掉白棋，白棋先加，黑棋二路爬，白棋打吃一下，黑棋粘住，下招棋呢白棋跳向中央，
黑棋跳出去，白棋先刺，黑棋单单。那么这一带的黑棋出出以后，下一招棋，黑棋在这一带强行分断白棋的话，将显得非常的严厉。白棋也没有好的下法，单关连回，紧接着吴清源打入，非常的积极。如果白棋从上方靠压的话，黑棋这个地方还不是顶，被白棋把外射给夹后，而是呢黑棋还要退回去，瞄着从这里拖过，这个角的实地太大了。所以说白棋呢强行的跳下去，开始对这个黑棋还要展开反击。黑棋先刺，白棋单住，黑棋并了一个，避免了白棋二路拖过。白棋粘住，下招棋的黑棋一跳，保护这个冲断，同时呢，下一步还有封锁这个白棋。白棋先立下去，加强这一带的眼位，同时呢，跳进去还有威胁黑棋这个角，黑棋必然是要挡住。白棋呢，再出动这个子，黑棋往上一飞，开始封锁这一带的白棋。白棋先把上面的白棋先出头。黑棋顶住的时候，白棋跳出去。双方在这一带做了战斗的交换以后，下一招棋，吴清源开始发动进攻，镇住这一带的白棋。看上去这一带的白棋啊非常苦，黑棋呢也就占据了进攻的主动。如果白棋只是单纯的出头的话，黑棋顺势跳出去，这一带的黑棋继续加强，白棋再冲。那么下招棋的黑棋还要在这一带进攻啊右边的白棋，白棋大致还要在这一带单关连回，黑棋呢这个地方可以再冲断白棋。很显然，这个战斗黑棋啊非常的有利。那么在这一带的战斗，燕京准一的构思也非常的巧妙，他并没有单纯的逃这些白棋，而是呢从这里大飞了一个，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反击右边的黑棋，根据这一带战斗的变化，选择是不是要弃掉这一带的白棋，这也是一种啊争胜负的态度。当然，白棋这个打飞啊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黑棋将来啊这个地方有飞下去，切断这个白棋。如果黑棋现在就要分断白棋的话，白棋这有尖子，黑棋挡住，白棋就断。那么这个战斗双方啊都难以把握。在这个战斗当中，吴清源走的还是非常稳健，先飞了一个，逼迫白棋从这里连回去。下周棋呢，黑棋从这里贴起来，白棋一顶，黑棋挡住。看上去白棋这个扳是本手，这里的黑棋基本上不敢动。但是考虑到黑棋往上长，白棋还得小尖。这一带的黑棋虽然被白棋全部吃住，但是呢黑棋在外围还有很多的利用，而且呢这一带的黑棋也是非常的厚实，黑棋可以先从这里挤一个，白棋粘住，黑棋再一靠，白棋挡住，等等，这一带啊白棋吃住这一带的黑棋，但是呢被黑棋的外围走得非常的厚实。那么实战燕京准一并没有走这个扳，断掉黑棋非常强硬，黑棋往上长，白棋长一个，还有威胁封锁这一带的黑棋，黑棋小尖了一个。那么下一步白棋一飞，这是一个形状的要点，下一步要从这里搬出去。如果黑棋通过这个猴保证联络的话，白棋往上一跳，要整体进攻啊这一带的黑棋，那么这一带的黑棋还是非常的苦。吴清源并没有连接，飞了一个，先进攻这两个白棋，白棋还有靠压，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冲断，黑棋呢先从这里靠了一个，加强了一下，白棋挡住，下周棋呢黑棋从这里并了一个，这是一种非常稳健的进攻方式。但是呢电脑 AI 对这一招棋降了胜率，在这一带黑棋最积极的下法是从这里搬出去，白棋一退，黑棋呢还要从这个地方
冲断白起。那么这个战斗黑棋也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将来呢被白起搬出去，这一带的黑棋也没有活。所以说实战呢，吴清源从这病了一个，下一步要通过这个瓦吃住这两个白棋。那么这一带黑棋走后了，白棋势必然要从这里搬出去，紧紧的吃住、这一带的黑棋。那么下招棋呢，黑棋吃住了这两个白棋，这一带的黑棋也非常的厚实。那么这时候呢，双方的形势却非常的接近。那么这一带的白棋看上去已经死掉，但是呢非常的有味道。那么下一步燕金准一在这一带的下法堪称经典。白棋先做眼，当然黑棋是不能让这里白棋活出去。黑棋一点，白棋挡住，黑棋从这里顶住白棋，白棋一挡，黑棋在这一带破眼，白棋往外搬，黑棋挖断，白棋双吃黑棋，黑棋呢是单单这个子。当然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敢吃掉这个黑棋，被黑棋飞出去的话，这个地方是假眼。那么白棋没有吃出这个子，而是呢非常诡异的在这里虎了一个，黑棋当然要接住。看上去这一带的战斗啊，黑棋非常的不错，干净的把白棋给吃住。但是呢这一招虎却是暗藏杀机。下招棋白棋先拖了一个，抢占了一个大关子，白棋打吃，黑棋单单，紧接着白棋呢居然从这里搬了下去。这是一个关子的妙术，黑棋如果断，白棋往脚上一爬，将来白棋粘住这两个子和这两个白棋对杀，黑棋的气不够。那么当白棋长的时候，黑棋也只有先提掉这个白棋，白棋在一小尖，白棋就轻松的活脚。那么实战对待白棋这个搬，黑棋也只有加，只此一手。那么下一招棋燕金准一二里头，局部的绝妙的好手。首先黑棋是不敢从外面搬住，白棋一挡，这两个黑棋的气非常紧，黑棋还要打吃，白棋退回来是先手，黑棋粘住，这时候白棋从这里一做眼，局部的白棋已经活棋。那么实战对待白棋这个二路拖，黑棋还不敢外搬，只有从里面搬住白棋。那么下招棋燕金准一在脚上又加了一个，那么这一系列的妙手也体现了燕金准一他精湛的棋艺。对待白棋这个加，黑棋不敢虎，白棋先一路打吃，黑棋粘住，下招棋呢白棋再从这里挡下去，紧住这两个黑棋的气。如果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的话，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断，黑棋只有打吃，白棋反打，黑棋踢掉，白棋的一坐眼，局部的白棋又活棋。黑棋踢掉这个白棋，白棋单单，黑棋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地方黑棋不能破眼，白棋只要粘住以后，白棋可以轻松的做出两只针眼。那么白棋挡住以后，黑棋不敢从这里打吃白棋，如果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的话，那么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反打，黑棋踢掉，白棋再从一路打吃，这里形成一个打劫。那么这个打劫对于这一带的黑棋来讲非常的重，那么这一招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黑棋对待白棋这个加还不能虎下去，打吃白棋，下招棋呢白棋退回来先手便宜，黑棋单单，白棋呢二路一点压缩黑棋脚上的时空，下招棋呢白棋二路拖回去。
可能是燕京准业在这一带的官子走得非常的高兴，那么白这个托还是稍微有点小。这是电脑 AI 推荐，白棋应该是上方的二路班单。那么白棋粘住以后，将来呢还有一路班。如果白棋二路班单以后，黑棋在这一带补棋的话，那么白棋呢在顺势加强了上方这个时空，白棋的形势还是非常的不错。实战白棋拖了回去，那么下一步黑棋就要破坏白棋上方的发展。黑棋先拐了一个，白棋粘住，然后呢黑棋往上一跳。当然这一带白棋需要补棋，在补棋以前白棋呢先立下去，黑棋挡住，白棋呢把这个一路搬粘先走掉。然后呢白棋从这个地方封锁上方的时空。那么白棋走在这里以后，吴清源呢在这一带也没做保留，直接通过这种俗手把上方的时空啊让给了白棋，白棋一退。那么在这一带呢，黑棋还是应该保留，因为将来啊黑棋这个地方还有靠的一些手段。实战黑棋在上方先定型，黑棋一拐，白棋一退。那么下一招棋，吴清源二路一点，抢占下方啊这个大官子，看上去也是一个棘锁，但是呢这一招棋是一步问题啊非常大的一招棋。如果这一盘棋放到现在黑棋贴七目半这个规则下，这一招棋可以算作是吴清源的败招。那么这时候电脑 AI 推荐，黑棋应该抢占左边这个二路托，这是一招非常大的棋，冲击一下左边白棋这个棋形。如果白棋上班的话，黑棋这里有一个冲，白棋挡住，黑棋呢先手打吃，黑棋上方的目数非常大，白棋也只能选择从里面扳住。那么黑棋再冲，白棋挡住，黑棋这个打吃是一个先手，那么在这一带白棋这个劫打不起。实战黑棋抢占了下方这个官子，白棋顶住，黑棋往上顶，白棋一虎，黑棋一顶，白棋呢从上方一虎住。这个地方黑棋还有缺陷，黑棋呢通过这个夹吃住这个白棋。虽然黑棋在这一带收获了一些目数，但是呢被白棋抢得了这个小节。那么按照现在贴目的规则来看，这个时候白棋已经开始领先。那么白棋小尖以后，下招棋呢上方的黑棋还没有完全的安定，黑棋冲，白棋挡住，黑棋一转，白棋打吃，黑棋呢粘住，然后呢白棋在这一带迅速的定型，白棋再冲，黑棋挡住。那么在这一带燕京准一又施展了他绝妙的官子，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呢跳出来要把这两个子救出来，那么黑棋呢一顶。下一招棋白棋从这里又靠了一个，因为这一带的黑棋气非常紧，黑棋呢还不能从这里断掉白棋，如果黑棋断掉的话，白棋这个长非常的绝妙。下一步白棋要救出这两个子，黑棋如果从这里先吃住这两个白棋的话，那么这两个白棋还有个打吃，黑棋粘住，那么白棋呢又把这一带的白棋救了出去。所以说当白棋立到这里的时候，黑棋这个点和这个点黑棋不能兼顾，那么对待白棋这个靠，黑棋也只有粘在这，白棋呢继续搜刮黑棋。那么黑棋呢看上去这有个断，但是呢这一带的黑棋气比较紧，让白棋这一带都变成了先手，黑棋呢最终选择从下方打吃白棋。白棋先顶一个，黑棋呢吃住上方的白棋，然后这白棋一路搬粘，下周期呢白棋粘在这，黑棋先吼了一个，白棋立下去，下步就要出动这个子，这一带的黑棋还没有活，黑棋呢提掉这个白棋，白棋的挡住，
下周棋的黑棋打吃这个白棋，白棋反打，黑棋踢掉。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双方啊就进入到一些收束的小关子。那么这一盘棋呢，吴清源在这一带的关子对战当中出现了失误，但是呢，幸好中盘取得了非常大的优势。最终的这盘棋在黑棋不贴目的情况下，以2目的优势，吴清源战胜了燕京准一。